话和声音不符。一般，复活点。好像有个先知在跑，然后中间是一个空军，一个先知在跑进木屋了，想走。没骗到，先拿一个鸟，不给鸟，好，逼他翻板加速或者翻窗加速，他不交。不打了，攒住死。放回去。闪，然后哇，空军的调枪是一人一台，用命过来救。这波空军救，那应该是在这个方向，看到了。还没带搏命的这个空军，有点真实啊，没有地下室。哎，我发现怎么最近老是挂不到地下室呢？最近以前都很容易挂到地下室。还有最后一台啊，好像是现在在修新的一台，然后佣兵过来救。来了，真就鞭尸呗。说实话，有点真实。没吐槽，这电机可能要平局，这电机。然后空军没自摸了，用兵突一口一刀。刚刚他开的是那边，他可能要去修那边的地方，然后空军可能会被摸好。空军在跑，哎，我就怕他们这样修，这样修我很头疼。我感觉我赶不过去了，那两个猛修可能能修完，如果平了的话就平了吧，也没办法。我操，你搁这蹲啥呢你？他没自摸，真就当我看不见呗，真是真是。
露个大屁股可能，我还能看不见你。真的是。怎么可以用鹿头？不可以，太弱了。当然是不可以的呀。这谁啊？开局给了我个空军。小鸟不打，就打实体刀。干扰电梯。空军修开一点。晚开了一波，换了，换错了，我要换传送的，换错了，真是。换了个狗。有没有还能救？我怕不是压好了，但我可以装一下传送，装作我是传送的样子。
也好。我。传送啊，问题是，哎，这就尴尬了，尬住了，切技能切错了呀，死定。装一下，装作我有传送的样子，但也没法装呀。得发出点声音才像啊。那两个人开黑的，想走就走，说蜘蛛，哎，蜘蛛不守了，蜘蛛过去了，算了，要走早就走了。哦，那你还别说，小伙子，你真的是给机会啊！他肯定以为我是传送，你知道吗？我给他看一下，我带的是什么？还是玩需要擦刀吗？不用擦刀。需要哎嘿嘿嘿嘿嘿嘿，好说好说。没鸟，没鸟。骚扰我。哎，好，一下送两，一下挂两，舒服，好，非常好。这小铁头娃和这个叉刀怪，双双白给，很好，非常好。困兽之斗非常喜欢你们这种小伙子。看我一抓抓两个人，舒服了。哎，难道？哎呀，大哥，你别鞭尸啊，兄弟！这个应该没什么球。甩不起来。救护官。
刷在这个破点，感觉仿佛好久。忘了回头看。铁头就容易出事，因为我跟不上你。
我只是故意不放加速而已。哎，让他以为我很慢，哎，给他一个安全的去处。哎呦，我的天！过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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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半！哎，舒服了，撞我！撞我！我挂你，跟真的一样，挂你。节奏够，无所谓，不铁。回头就是一个船，打一刀去，说你不好。完了，我蛛丝放飞了好多。但这个放有什么意义吗？凶残。走得动吗，宝贝？就那两个，就那两个文盲，我放着他们修，我就只杀你俩就行了，不乐意管他们。反正修了再多，修个三连的事情。半血救人，砰砰砰啊！还有什么？职业救半血，不能挂了。说实话，我想早点结束，不想和他们浪费时间，所以。看这个影子有没有灵性了。
前锋肯定是没有灵性的。也不知道有没有。好吧，没有。我还想反抗一下吗？打最后一把了呀，我很难受。把那个棋子我钻过去，他钻回来了，但是我也不想刷他。但是他转点成功了，他不会搬回去的。晚一点杀他，让他，哎，我应该再晚一点杀的，让他正好倒在椅子旁边，节省我点时间，让他卡。
还是一刀哎。